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第21届杰出校友张桂兴，勇夺台湾、马来西亚、香港文学多项大奖的张桂兴是师大英语系的校友。1956年，张桂兴出生于婆罗洲沙拉越梅里雨林。才华洋溢的张桂兴在少年时代已陆续发表文章。1976年，张桂兴到师大英语系升学。师大求学时期，自由自在的创作让他的文笔飞往新的层次。口碑、群像、野猪渡河等作，文字呈现魔幻、压抑、挣扎，交织出异域的雨林剧场。张桂兴笔锋成熟精炼，把写作当成生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，让他随心所欲地编织既魔幻又写实的文学世界。作为一个人，丈夫、父亲、作家，张桂兴都尽心而享受每一个角色，不断融合生命，追求更高写作层次的张桂兴，让文坛持续吹着瑰丽摄人的雨林风暴。来自沙拉越雨林的作家以写作体现生命。 Make it count，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珍惜现在。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第21届杰出校友张桂兴。人生无常，岁月无情，珍惜当下是最实际和最珍贵的。我那么渴望再度拥有的，却不可能再度拥有的东西，现在就掌握在你们的手中。我以电影《铁达尼号》的男主角杰克的一句话送给师大的学弟和学妹， Make it count，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珍惜现在。谢谢。